Love and peace, y'all. Check, yeah.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，1973年的很特别一年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，那个人整个世界改变，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，有一个年轻人想要新的尝试。Cool.